大家喺睇戏嗰时都一定会见过类似嘅场景，主角游走喺梦境同现实之间，然后出现咗一只弯咗嘅匙羹或者融化嘅手等等嘅画面，最后主角开始怀疑到底咩先系真实。原来喺20世纪2020年代已经有人游走喺两者之间，仲发展成一场名为超现实主义嘅全面艺术运动。咁点解超现实主义会兴起呢？唔通因为大家都睇咗 Matrix？ 梗系唔系啦。其实是因为当时人类经历了有史以来最大型最可怕的战争，第一次世界大战，所以知识分子、文学家、艺术家就突然开始意识到，原来人类理性的产物好像武器、现代化等等，不一定会令世界更美好，理性至上信念开始受到质疑。那超现实这个这么超现实的字，又是不是有人发梦见到所以得来的呢？原来是当时有位仁兄叫纪尧姆阿波尼奈尔，他用了超现实主义戏剧做剧作名的副题，而他的 friend 安德烈布勒东就借用了这个字，在1924年写出超现实主义宣言，发起了超现实主义艺术运动。他是这样写的：超现实主义将梦境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消解，创造出一种绝对的现实，就是超现实咯。有些超现实主义常见的创作手法，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都见过的。曾经红极一时的红豆军舰就将超现实表现得淋漓尽致了，将两样完全不拉更的东西放在一起，是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常用的创作手法之一。以基尼科这一张两个人像为例，画中两个蒙面人的身体是由建筑和船舰这些的古物遗迹构成的。至于这两个蒙面人，可能是画家自己和他的兄弟来的。他们出身于希腊沿海城镇佛洛斯，是神话中一班叫做阿尔戈纳斯的英雄出海寻找金羊毛的地方，所以画家两兄弟视对方为阿尔戈纳斯的化身。而画中蒙面人身上面的海浪和船只，可能是同这个神话或者他们的童年回忆有关。而另一种手法就有点像 Fusion 餐厅，即是明明你在美式快餐店吃 burger， 但是偏偏上了碟猪红给你，这样即是将普通的事物放在不合理的位置，令本来很平常的东西变得耐人寻味。玛格丽特擅长用写实的风格画出不合逻辑的画面，对我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观提出疑问。例如他的作品强暴，画面就好像一张经典的正面肖像画，但细心一看，面孔的部分被身体取代，为咁靓嘅画作添上咗矛盾同埋不安嘅气氛。玛格丽特可能想藉此批判男性对女性嘅欲望。呢一个创作手法可能同玛格丽特嘅经历有关。喺佢14岁嗰阵，妈妈投河自尽，发现尸体嘅时候，佢嘅头俾件睡衣遮住咗。可能因为咁，玛格丽特嘅作品之中不时都会出现冇面孔嘅女人。超现实主义仲有好多创作手法，令作品每每都制造出怪异或者幽默的效果，好像胡安米罗的作品就经常被形容为如梦似幻，或者似儿童图画，就好像这一幅斗牛咁。你可能会问，到底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作品想表达啲咩呢？下一集我哋将会带大家窥探艺术家作画背后的无意识。如果想了解更多上述的展品，就记得嚟香港艺术馆《超现实之外》巴黎庞比道中心藏品展啊！